谁才是模范生？哇！小乖，你足厉害呢！对啊，每一科拢考100分，足强啊！哼，这也无虾米啊，小 case 呀呀！小乖，你逐天一定拢足用功的吼，成绩才会这么好。真无嘞，我根本都无读册，凊彩就考100分啊！哈，无读册就考100分哦！就好诶，我逐天都开真侪时间读册，从来拢毋捌考过100分。无法度，谁叫我遐尼啊巧嘞？小乖，既然你遐尼啊厉害，敢会当教我数学？哦，你才考30分尔尔哦！哎呦，30分真歹求呢！咱的程度实在差伤济啊！教你你嘛听无？阿明，我紧啊，我教你。啊，咁真实的？虽然我干那考70分。也唔过，我一定会甲我爸咧拢教你。小强，多谢你。麦客气，麦客气啦。这厉害！啥？想袂到小乖伊个成绩遐尼嘛好，运动嘛真了厉害呢！阿咪，你有安怎无？哈？唉，想袂到功课歹，连运动神经嘛遐尼歹哦！这个，再加上这个，然后再个乘以这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遐尔简单哦。嗯，对啊，一点啊都无困难哦。那呢，记得嘞。来先休困一下，来去拍球啦。哦，又唔过我未晓拍。真简单哦。我教你啦，阿明，准备哦！我接到啊！我接到啊！你看，跟你讲真简单呐、啊！同学，咱今日要选出本学期的模范生，请同学提名的时阵，先刷公司提名的原因哦。老师，我提名家己，因为我大概考试拢考全班上高分，而且我阁真够拍篮球。嗯，也阁有其他的提名无？老师。我提名小强，小强是一个真有爱心的人，唔但教我复习功课，教我拍篮球，佮常常教我鼓励。小强，小强，真是的啊！真好，即马请大家投票，恁一个人一票哦。哼！加票到何小乖，请举手。哇哇哇！
小乖一票。为什么没有人选我？我的成绩好，还这么会晓打篮球。把票投给小强的，请举手。耶！我宣布，小强因为热心帮助人，发挥友爱的精神，所以当选本学期的模范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乖。虽然每次考试都考100分，运动也很厉害，但是模范生算不是我。以前都就是考试第一名就是天下无敌啊，所以就很骄傲。但是我说不记得了，除了成绩以外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事情，像小强谦虚又还一心帮助人，等到会得到大家的友谊。以后我一定会向小强学习，做一个成绩跟人缘都很好的人哦。